平安对这个七十三页。这个三页讲也未了，那个地了，那个讲也未了。啊，即咱头前七十二页的经文吼，再念一遍：所行非施，不求其报，不以成处，而行其戒。诸众生中，行无碍忍。为修一切诸善根故，勤行精进，离生无色，离气禅定，行方便慧，应数念佛。啊，咱头前讲第三个普贤有七法，这是对这讲来，就是对这个个。头前那段第一发行有五法，第二平等行有八法，啊，第三善行有七法安尼。啊，这善行有七法，是伊包括六道数量，所以进来个地讲，菩萨都爱一定爱用布施度众生，叫做施度，啊，师道当然是法师是注重这个法师啦哈，啊，注重这个法师啊。同我学讲这哈，但是因为给度众生一定要有本定安尼，如果那无本定是袂使这，这是事实的啊，无这个亲密经藏袂度本。要度众生，袂用度。若讲不是要凊彩讲讲，拢无效。所以这个慧施的中间，法师给度法师，给度众生所行的慧施，不求其报安尼。那么第二，就戒度，这个布施持戒，不以成处而行持戒，就讲是亲像凡夫安尼。为着来生的人间还是天上，啊，来作为修改。因为咱知影哇，音声无好呢。因咱知影讲五界未来会搁再现人间，啊，那是十善界会往生欲界安尼。欲界就是六欲天，即咱知影吼。啊，那第三就忍辱。对这个众生中行无碍忍安尼，啊，第四就是精进道，精进道讲为着要修一切诸善根，所以一定要勤行精进安尼。啊，这勤行精进那是菩萨道内底来讲吼，一定啊为着诸善根吼，啊，所以一定要勤行精进。啊，即马咱来个看，什么叫做善根啊？呢，欧邦家哈，欧邦还是有点点哦。那不讲修一切善根嘛？啊，再注意，这个十住比菩萨论，这个就是两就菩萨经历的。这本书应该有那会讲，会讲给咱听，但是唔过真足给出给解。出家界，所以甲阵本来要讲，阿阵无讲安尼。伫即个三年前就要讲啊，阿就无讲。啊，但即个善根，就是不贪、不畏、甲不痴安尼，就是断除贪嗔痴的意思。因为咱一旦到贪嗔痴，就杀得淫，啊，甲恶口、忌欲、妄言两相，就有安尼。我说你若心无贪嗔痴，那么一切善根，甲从此而生，从此三生那种不贪不畏不痴生出来。出家人也是爱安尼，啊，大家从来注意。啊，不过我讲一句实在吼，
这个气吼歹大。今仔日你若无深入经藏，无智慧，无智慧等于十二缘起的无明，啊，就等于畜生体、道体的正见安尼。我讲安尼有听过无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今仔日若是无生不贪不嗔，啊，甲不痴的话，可能你要解脱困难。这是真事实的代志哈。即嘛第二对大地道论三十讲的，一切诸善法，皆从三善法而生中啊。啊，三善法当然是不贪、不嗔、啊个不痴，这个是上重要。因咱人若是有贪嗔痴，可能会做无良业啊。哦，搁再讲下，这个是从。三善法二正中安，还是要注意、哦、所以三善法它摊出十善业，这样感觉对不对？因为你若有贪嗔痴，自然就杀到淫、啊、你若没贪嗔痴就没杀到淫、啊、就没恶口奇异妄言良舌哦，安怎样哈？好，今麦过来看，说这个善根哦，就是三善根，就是不贪不嗔，啊不痴安尼，啊不痴就文法，开当不痴，听经文法修起来，靠这分别地安尼，还注意哦，啊卡会当起根贪心，这必然的哈。今麦过再来，就是这个个。第五禅道，禅道就是禅定哦，禅尔，只干呐讲禅尔，无讲着定。到今来在讲离相无色，而起禅定，这个叫做禅定道啊。啊，到底袂使讲修学定，还是讲修学禅？要记这个个无色界天理，袂使这。因遐累到地方八万大劫。本来是空道，空道八万大劫安尼。那么这个来哈，今嘛原来讲这个对这个地道来安尼，所以今来这都讲六波罗蜜尔。四六法伊无讲，因为四六法头前讲过啊。所以今嘛来哈，地道就是行爱行方便慧啊，爱行方便慧。按、啊、照这个方便慧，这个慧就是叫做破戒，破戒就是内证的意思，哈、哦。但是方便慧哈，咱即马来个看这段，即马这里是叫做方便慧，就是度众生爱有方便慧。你若无方便慧，你袂用度众生。我跟你讲真正，给你变成死定定安尼。死定定是讲众生问你，阿弥陀转机，阿个转了无好势。所以真嘞，得靠讲，达到真如之地叫做法界，这个法界叫做证无生法的智慧。哦，真重要。咱即马学法是要建立这个，重点是安尼。啊，重点唔过将来哦，通达观道之用叫做方便。你通达观道之用，所以你今仔日吼，破戒若要会当稳固，要真正会当开悟，当然你爱道文。道文吼，你自然智慧有。若无道文，就无智文思修，即点都智慧。啊，搁再讲一个法师吼，阮爱多建立经藏的义理，即点是最重要。将来面对众生是有无量，啊无量的中间哦，里边那多，我再讲一句话哈，那么多金刚经讲若胎生若卵生若受生若化生，五界灵入无余涅槃。不过变哪样好，不就无余涅槃？因为这三恶道众生，畜生道嘛是恶道啊。
啊，这畜生都恶到咱第一步，要安怎让伊生在善道呢？这点来有方便、方便慧甲方便智，要安怎样让伊生在善道？好、哦，因为八难的中间，唔得三恶道难嘛，有一条安尼点着？啊，聪明、智慧、变聪、文化难。啊！这三木道，咱就讲胎生、卵生、湿生，该灵入位了判。不过，伊都无法当文化，无法当文化，咱来想办法。想办法就讲佛法内底都是下当真正当道道，即个个足性道，啊个道归道。啊，地界道是由地藏菩萨去处理。安来个讲哦，所以即马就用即个大家共同发心。啊，好在畜生道集中来，啊，改皈依往生咒、大悲咒、七佛灭罪真言，各种甲做做安尼，因为佛陀都安尼教嘛。啊，所以咱即马就出钱集中一寡在动物、水族、鸟类，啊，走兽安尼甲集中来，甲做经过十个过程安尼，按照十个过程做了。好，即马甲做了，一旦一个一点钟后死去，本来不要紧。啊，所以即马来伊就离开畜生道啊。啊，不过是安尼，假使未向做的人，譬如讲有诶讲啊，都放生会当互咱当命，啊甲无病，这也是事实。因为互畜生当命，咱就当命。好畜生，做畜生，无予人倒挂，咱都免去手术啦。所以咱有讲，咱迄笔迄有大单底啊嘛吼，有就胎生、就卵生、就湿生，五界灵是无为的判，啊，佫打一张单，迄个个救生所失，就是当命无病的报，啊，那是杀生害命。都有这个个多病低命报案的，即马干那搭怎啊搭这两条命？啊，所以即马咱了解，这畜生道变怎可以变善道？有有靠福力，靠大悲咒，啊，甲靠在往生咒，靠七路灭罪真言，甲皈依，啊，甲回向安尼，安尼这样一死去了，就往生善道啊，啊善道。上界无得人道，道生放生海，拢种人道。吼、哦，啊，流水中者，流水中者，甲因囝，念这宝性如来，伊就往生天道啊。安尼来，伊就下当，唔免搁再受三恶道。什么起来了，伊就即佛法的根底啊。安尼来，渐渐都达到迄、那个，即、這个叫做灭道啊。所以这是第一步，在恶道、畜生道内底，该回向、该救度起来人善道安。哈、哦，这是第一步，回起来善道人，安尼将来伊就文化得救，啊，得当修行达到成就佛安。啊，所以讲这个问题，讲出钱的人的功德，出钱的人因为有钱，将这物件拢买来。啊，买买来了，他家己处理。佛法中的这个法器上十行个处理安尼，这个要有智慧之用。所以这个是同德观道，迄、那个叫做观道。吼、哦，护生救生都是观道安尼。吼、哦，一种通观达变。啊，最近内底吼，成为这个叫做方便。大集经搁在讲安尼哦，这个故事搁较重要哈。灵雕众生，色灵处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名方便安尼。你对众生说法，无论你做什么法，还是讲什么经，拢总好了哈。但是目标，就是安尼啊，雕福众生，福以处向，还是讲处向。未来成就无上正定正觉三宝地，还较叫做方便。啊，你若讲经说法，无牵连到这问题，
安尼毋是方便，注意一点。但是若要直通是比较较好的，是大乘法安尼。啊，做这个这款代志事拢会用做，是会用做咧，所以就以大乘讲，啊，若是脱生道，是用这个救生讲，啊，若鬼道咧，用八关斋戒来做安尼。八关斋戒，咱是根据上乘经的天龙鬼神来做，所以这当中会当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吼、哦，这个叫做智慧甲方便是讲安尼。安怎样吼？啊，那假使讲你讲话发理想，讲到天花乱坠，或是众生变个成佛，伊拢讲袂着，拢唔捌。安尼，这个就等于无智慧，也无方便啊。要注意哦，就无智慧，你家己本身无智慧。啊，救度众生是要救度甲伊将来行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哦、啊！即马我阁讲一遍啊，昨一挂水族类，再去溪啊，你敢有人去？敢有人去？好、哦，你吼、哦，咱先去放一挂吉拉鱼。啊！即马因我是先去看水路遐，啊，甲因讲讲要放哦，一定爱喊我去的人指挥，叫因客来放带。因为这个水对这流落来，啊，流落来之后就放大，才有一条车道是，这个沙石仔车去驶，啊，你若甲放大这边，顺水流落来，沙石仔车到了会到死啊！所以计讲，沙石仔车到死河流，啊，人听着会无感觉，讲啊，哪有迄个拖沙石仔车到死河流？哦，啊，就是咱共处理无好，所以这众生有那歹教，以为有帮口这么多方向，有通甲你帮大家帮个一大堆，啊，无必帮到这个水下流的地方，因为遐里多一个坑，啊，都流了啊。本来是足歹讲话，在众生甲教足歹教，啊，好佳哉，遐拢总大多数。无听书的危害，拢都唔是咱只教出来，吼、哦，迄是因去溪仔放了，等人家讲的。安尼反正有水就甲倒，有水就甲倒了，无想讲上流的所在未使放，啊，得放到这条清水，迄、那个沙石仔驶过下面安尼，吼、哦，伤脑筋啊，真正难调难服。去的人有看到无？有吼，我被绑得着。这是无啥啦，没有智慧，才会这么做呢。咱要绑树，先去看现场。他们就是这么傻得着。哦，伤脑筋哈、啊。所以这里就是讲啦，地道中间一定要有方便慧安呢。哦、啊，这样方便慧，这个慧就是智慧嘛，就是、法界嘛。法界中间呢，所以法界是正观无分别的发生，就是咱人迄个根本性地，迄、那个较叫做法界地安。根本地，啊，那佛祖将后壁叫做小弟弟。啊，所以这个三性吼，那种有这个根本地，啊、哦，都、就是三性性人拢相像安尼。这根本就开悟自性嘛，所以三乘二乘的阿罗汉，啊，甲这辟支佛拢总有开悟，哈、哦。但是哦，菩萨的法界，哈、哦，佮以方便来做善，方便来做善，伊一定，哈、哦，做足到这个度众生，诶，这个工作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有文有讲。安尼来个形成个人的法界开悟，安怎吼？所以呢，含这个小乘无共，小乘是修止观，啊，那大乘菩萨是修禅定，这个是不一样哦。好，安怎吼？啊个度众生，迄个度众生吼，你今仔日个人研究啊去说法，
啊，搁再研究，搁说法，研究，搁再说法。自然哦，你深入经藏，就智慧如海啊！啊，了解无？那深入经藏，自然智慧如海。啊，做二乘的人，伊无要说法，所以伊有机关实施梦想的。啊，梦想实质就是净土阿难耶性，啊，这样啦，法体普现，安尼就开悟了。但是大乘菩萨，我讲一遍哈，是度众生智慧如海，哦，安尼成就的。所以进来在讲，什么是方便？就是悲观为方便，哦，这个悲观就是救度众生，这个叫做悲观。啊，这救度众生为悲观，这个叫做方便，哦，方便语，方便说，哦，还是讲方便救度。啊，佮好众生会当发大心，啊，将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点就开始重点。哦，那安尼方便慧，开始菩萨的法界，这是熟悉的。所以咱这里研究，好、哦，比如讲今日书要讲一本，我就研究一本；要讲法华经，我一本补一经吼，啊，我就先研究补一经。啊，内容就清楚，哦，啊，伫迄个研究思维中间就得到禅定啊。啊，若是讲要来讲法华经，我就研究法华经，啊，这就明白经教，啊，就智慧如海啊。要讲涅槃成论，就来研究涅槃成论，这是必定的安尼，涅槃成论，哦，安尼就愈研究，研究了搁讲，啊，讲搁研究，研究搁讲啊。哦，安尼开始真真正正会当拔度众生离苦得乐安，安那无外道哈，所以来得讲讲，搁再来应数了法，这个是讲过来变过啊，就是布施、爱义，啊个利行动数，这个没个改啊，好、哦，一切法度众生，拢总含数了法有相应安尼，好、哦，这是安尼这段是讲到这。那么搁再来哈，善恶众生，诸心无异，一心听法，哈、哦，心自远离，心不傲着世间众事，不贪小性，无在性中相见大利，离恶之性，亲近善友，生死凡行，游戏五通。上以真谛无诸众生，下行正行，故不下离。哦，言上决定，哦，归真实法，一切所作，菩提为修啊！啊，再来甲看哈，这个咱头先就圆满的这个善行有七法，啊，即嘛搁再来讲法自行，第四法自行。因为这个正行，事实讲，可以当成就菩萨安，这是事实。啊，不过重要是有的是修慧正行，哦，当作讲我安尼修得当成佛，还是讲我安尼修得菩萨，都还是下梦行啊。但现在在讲正行的成就哈，不但一定爱文殊，不知文殊而已啊，哦，就是念经修。比较小机关，我讲个改做禅定，边个讲容易禅定，啊、哦，这个当然是应顺导师想的，不过菩萨道内底吼，其实是六波罗蜜是讲到禅定，哎，讲到禅定，无讲到机关，哦，啊，机关跟禅定是多变换，是多变换嘛，哈。所以安尼开当安住的正法哩，你头前就菩提彼得一个禅定了嘛，哦，所以边个讲写一个禅定安尼，但怎么来讲安住在正法哩？所以叫做法住安尼。啊，法住因为基本是给讲菩萨道的，所以法住是住在菩萨道哩。啊，住在头前讲的，住在这个六波罗蜜。
甲四粒珠，啊，照讲啊，佮主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无量安尼，安尼较叫做法珠安尼。啊，即内底甲讲有十二法，十二法即个珠也，譬如讲善恶个众生自心无二，譬如讲菩萨道当然一共样，对即恶道啦、业主啦，吼、哦，也是讲善人啦。哦，拢讲烧香，善恶个众生，拢甲烧香甲教，菩萨用供养即慈悲心，哦，来显过来。那么开来对待，无论是乞丐还是悔丐，因为众生哦，有的是戒行修法真好，有的是不得不切。哦，安尼乱乱，也毋知讲今仔伊修五戒。好、哦、受持我戒是要创啥？啊，受持菩萨戒要创啥呢？我前日有甲恁讲过，就女众去卖菜，啊去前日拜拜日去讲堂甲师问一寡饭，伊讲伊今年都要受菩萨戒安尼，我阿恁我戒受了，伊讲系我受了，啊受了恁我戒敢未晓受？伊讲我有食菜啊。啊，我嘛无安啦，安尼，哈、哦，明白讲安尼。啊，不过啊，你去送啥？我去卖菜。啊，我咧讲，你不忘记戒，你修无好。我、哦、你卖菜哦，你去吹火累累。即我正有安尼讲，火累累。好、哦、啊，你只要不忘记戒，你就破戒破了了。你搁再复戒，复戒了哈、哦，你即个买卖大概较诚实嘞。阿卖讲白贼话，阿卖加共提钱安尼，公平，即个个收入，阿那无吼，你唔是干那犯着不妄语戒呢？你犯着道偷戒安尼。啊，我讲听有吧吼？你菜买卖中间哦，你用俗俗个，啊，你得讲卖到贵个，啊，你若讲价把价别打都无即个菜啊。啊，反正你加讲讲两块银啊，怎么讲啊？叫做加讲两块银啊。好，安定哦，安算是犯着道偷戒。好，啊，所以讲我你袂使是菩萨戒者，你不是菩萨戒，你家己会对了。好，啊，即我咱个咱来讲哦，众生有诶是乞丐了，搁在悔改，伊即款诶人就悔改，毋过足侪足侪拢总悔改。无修心悔改，这嘛蛮多的啦。我咧讲真正，有意无意的悔改。譬如讲，咱去困，啊，一只蚊仔蛋，吼吼吼吼吼，好，甲你袂困着，你会闹袂？袂闹人牙笑，会袂？啊，你反正起钱，你是要讲好死啊，安尼，唔是好打啦，吼，好死安尼。安尼有杀业无？杀业啊！安那总讲你困呢，忽然间这一所在安尼上白你，你就起来骑万斤油啦，是白灰油包包。啊无，凡说你包包，你就袂困着。啊，袂困着安怎？规暗日恶战。哦，啊都无看蠓仔，因为蠓仔食饱饱，啊去觅伫迄个所在啊。肥健健伫遐，啊！你告诉讲，你天光起来较看到，我讲对只蚊啊，凡事是家己出去，你害我规暗拢无困，啊！就牵拖起来，甲逼一下安尼，事实无安尼哦，哈！唔是讲我安尼，就讲我有安尼，不过较方便就讲，比窗啊靠吼，加下一个蚊啊香安尼，纷纷的卖好几摆。哦，啊，若无就窗仔开啊开，蚊仔香点咧，熏落迄只蚊仔，就去避到窗仔口，迄、那个有空气的所在。啊，若无加熏一下，就死去啊。哦，啊，所以我即马甲咱讲，有时阵是调高，有时是无张地。譬如讲，遮个钱，啊，你总个白哇，白死蚊仔。迄、那个蚊仔因为一支嘴长长，啊，只床落裂门更空，舒服。
啊，即你结账啊，结账你要甲白者，煞叫白死。安尼有哪有？即叫做无意无意杀生。有时阵警察，警察中间有虫，吼、哦、啊！你若警无清气，虫甲两拢起下来煮安尼，这是无注意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两五界吼，往往拢会犯着安尼。啊，这是小问题，无心的犯戒，这是小问题。啊，若有心，忙啊，要甲抛弃，这个就大问题啊。哦，所以覆盖了，啊，佫尽量小心安尼。所以告诉讲悔戒，你嘛是爱甲教育，哦，我那个说好听呢。哦，这是菩萨都是安尼啊，甲教育，啊，佫甲提醒。第二就讲一心听法，起码这是咱大家啊。伊哪种呢？在这个无共的说法者的头前，哦，拢总是必定要恭敬，一心谛听啊。啊，但是你家会当选法啦，多问了你会当选法。会再去敢有听书的，想我知道。这是足侪年前，有讲到一段代志，一女将来台高雄讲堂，伊咪要讲讲物件，伊捌的物件我听呢。哈、哦，恁敢有注意到？但是伊计讲其他在法师，拢无要甲听呢。啊，直直讲讲个其他法师，你讲你先点点，我讲你听。你今仔日做在家长，你认为你足够，你要讲予人听，但人法师无爱插你，所以无要甲你听。有在无？会在有讲安尼无？有哈？所以你今仔做在家长，你学一点啊，啊，你就认为你对。但我今仔甲你讲，你若要找，要去找法师讲话，你也必恭必敬，讲清法，啊，就点点啊，你学对一句，啊，就点点。唔通你直直要共劝法，佮直直讲，等于你要甲法师说法，所以人无要听你，因为你一点仔物件你就足骄傲。吼、哦，我就安尼甲讲，佮另外一个男众，去听我一男，听我讲《涅槃经论》的起头，《涅槃经论》讲了就来，讲，伊去的中间吼，事先甲讲法师会用要含你劝法一下呢。啊，这样来了，因为高雄是八点讲到十点，伊才开始在要讲，讲伊去，伊已经开悟，要讲哦，法师听，法师无人要甲听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就调讲伊开悟，安怎安怎直直讲，哦，我即马都无客气，你讲这话，你有开悟无开悟？别个法师在唔在我，我卖讲伊，但你竟然无开悟，你真正无开悟。哦、你今天直直说那个开悟的问题不是你用嘴说出来，所以我说他就要再说下去，我不用说了，十一点五了，我们要安息了、哦、要说灵就跟他说了，我就请他回去，所以我现在要跟嘴说，这个佛弟子来说，总是出家人比在家中较有时间研究，啊，若有家境就应该地位较悬。啊，你今仔日你也无要听人讲，譬如讲我头我之前我就先还没讲过，伊就搁直直插话讲啊，讲你也无要听人讲，啊，你着听人个，人对对这个佛法的了解，你接受人一个，也转袂掉，我是搁讲完，讲到个请伊等下。哦，啊，做我正甲注意讲哦，因为无同的说法者头前吼，因安怎无同的说法？譬如讲，今仔有诶修禅宗，有诶修净土宗，有诶修华严，有诶修法华，有诶修唯识。那个讲，你去找这个人，人伊修诶宗义、宗义含你无同，啊，含你无同，当然大家不能默契。不能默契哦，哈！
一天捌听到一句话，烦恼。譬如讲，今仔日全文经救法老庄的，迄、那个专门弘扬，弘扬到即个真真正正有真实的热心，迄、那个叫一代宗师。今日完全弘扬华严宗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哦讲了会正确，因为咱知影吼、哦，祖宗，那依佛来讲哦。比如说宗家，宗家主业，宗家本业，会记着哪，拢贵一点。这样才领到。所以，譬如讲，迄、那个道安，印度弘扬上圣经，所以道安叫做一代宗师，伊有带一挂人往生到处净土。现在他的地主慧远弘扬西方净土，慧远有那一代宗师，我讲讲你听有无？譬如讲慧基大师弘扬唯识，伊甲变出一个祖宗出来，安尼慧远无这个慧基大师那一代宗师，地藏大师弘扬法华，地藏大师的一代宗师。因为在祖宗吼，拢总是要加众生回归正这个个根本地，所以主甲本，哦，所以这个叫做一代宗师。啊，那无咧，袂当好像即句话，袂当带动众生出现安那多罗三藐陀、三宝地，这都袂使安尼讲出。这绝对袂使讲一代宗师，今日无法，皆弘扬威信。我那叫做一代宗师，但一定要健康。继续弘扬法华，我那也才叫做一代宗师，但是一定要有健康。啊，那告诉乱正钱，有诶相名爱自称宗师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因为咱知影佛法内底有九大宗，祖宗拢归一，安尼开始袂使讲万仙归一者，绝对袂当安尼讲。所以宗师就是自将佛道，或者正法的要义，各种拢好，弘扬甲非常的彻底，啊，迄个叫做一代，迄、那个时代的宗师安尼，可以这么讲。假如没有办法的话，不可以称他一代宗师，不是这样子。好、哦，啊，叫咱来了解佛法，重要是要互咱。先达到迄个一真法界第一义体，迄个才叫做一代宗师。那无不能称他，也不要自己夸海口。哦，安怎样吼？所以有的是家己自谦。所以像今来在跟咱讲吼，今仔日你若要有真真正正，你好好听听法，听听法了，你家己选择。祖宗的中间，你较属于多一种。祖宗哦，你有真特色。但你今仔日来讲，这种你真欢喜研究，啊，就讲这本法来讲，你真欢喜研究，啊，就讲你唯识真欢喜研究，你家己多闻了，你家己选择，但是选择你将来一定爱好好弘扬，安尼较拄好，好安尼较正高衰。不同的法师的境界，咱即马伫总共有安尼啦吼。但是我即马甲恁讲，唔免想走啊，走无路用啊。即马事彻底了解，今仔就无在中间咯。什么人可以成一代宗师？事心内明白，哦。所以即内底一定爱，你若总共伫白的法师，伊都无去讲经互你听，啊，有着你嘛毕恭毕敬难得。按了解，这是个公案。好、哦，阿姨娘讲，结讲，你那个听，啊，听你心内，那反弹，不要问他，不要给他反弹，点点啊听，刷，嗯，听袂落就好啊。啊，那无理性理着，不要听。
绝对袂使讲徛起来，计含伊拄来拄去，因为伊若互你了拄了伊无话，可能就生气。安怎吼？不必要。咱若多问，咱就知讲这个法师讲了正确还是无正确，还是讲这本经又看到无经，伊要诽谤这本经。啊！伊这本经有看到，还是无看到？咱心内知影多，这个叫做啥？叫做恭敬，一心去提停安尼。咱看有吼，卖含伊他妈基天独地，不必要。啊！即马咱已经知影，现实这个佛法，拢讲家己五见法，家己心性诶，陪如来警告啊。哦，阿兰姐姐，唔免搁再出门讲，我得来听上讲看卖，不要这样子了。什么第三，心主万里，心主万里是讲啥？这个邪妄啊，个邪法，爱家己爱离开，唔能够在。这个邪法就讲贪图世间，而这个五尘事业，哦，金钱地位，这种爱万里，确实有形。啊！个这个邪妄法，迄、那个五根的邪妄法，有哪卖差别？啊！所以即马要甲人讲吼，迄、那个咱今先远离世间法，吼、哦，一定远离。啊，听了令诸万离行，那个叫啥哈？不受环境所转啊！啊，叫因为环境若转，你若有坚定信心，你就袂忘失到这个德行、福行。啊，你若讲今仔日环境计转，你若无根底，可能就开始你的心也要转了。对，属这个代志。所以现在在讲，哈、哦，令诸万里行就是讲，哈、哦，不为经常所转啊。啊，其实经常恶劣是经常缘。我跟你讲真相，经常如恶劣，咱众生的环境吼，歹环境，但是你若坚持到这个意境，较紧幸福啦。吼、哦，咱有写过勤勤勤，不勤因为人上人，感觉一个字，苦苦苦，不苦因能通金果，这两句话还记得吗？哎呀，未记起来吼！啊，迄是即个个明调，一个儒家左端，伊讲出来，左端的字吼分两边，伊就是只抓王来做事，字哦字分两边。啊，你今仔未看这课，我甲你讲，你就输了啊！啊，你若无勤，你袂当作为人上人。在这个世间内底，你袂比人较高。迄个古人应该有写过，较对，袂记着咯。所以内底较讲安尼嘛，唔通叫环境转的。明朝大儒吼。啊、这不是结果佛尊啦、啊，佛尊是十法界中最伟大的圣者，他叫做上人，其他袂使尊上人者。啊，即马即句话是讲咱人间上优秀的人，吼、哦。啊，再过来一句，苦苦苦，
安尼，男众女众都可以做人上人。你看我这女众的法师哦，有足够讲的，法纪足清楚，哦。啊，所以咱即马注意者，因为计学我咧，同款环境安怎变，你心绝对袂使变，这是熟悉的。你心若变吼，你就无得到物件。这应该有啥过来变的？没有吗？有啦，可能后壁来无看，无读到。所以我讲爱一定爱坚持吼。啊，即马来第五。无第四，心不傲得世间众事。咱即马今仔日虽然在世间里，这是无得伫人道世间。不过咱注意一下，即马即句话有唔对啊？即句下面即句，伫世间傲心出世的人皆说法，啊法师有的是个乞食，啊有的是个游行。啊，有的是伫这个世间内底出家，我们爱知影出家人的代志。即马内底讲，以心不爱动这代志安尼，就会稳定。干嘛呀？读一遍。干嘛呀？安尼咁对？啊？不对。咱今仔去说法，对待兴趣说，因为你无说了，根本袂当度众生。哈、哦？啊，当然呢，乞食咱即马也无叫乞食，听无？嘛无叫游行。啊，搁再讲，选出家人爱怎出家事，这是无唔对。吼、哦，这所在有一点仔出入，但是心卖贪唔着这代志安尼。啊，不你说话咯，爱说话，因为今仔日伫这个世间的法师吼，伊爱搁再无去说话。个别当度众生，因为这个在三世的中间哦，这个叫做法师。哦，你要设计设计，当有道场，有道场就人来，有人来，你就会当立众安尼。所以这个咧有时点嘛唔对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是应该心脉熬着世间的代志。唔通讲你今日出家书，阿个对世间的代志，阿个安尼无啥啥。这个不可以这样子。啊，即马你那个爱世间的代志哦，我咧讲，立在一个定调咧，都是不对的。好，阿咱即马那做放个你放放个，好，唔通讲做一个大家，啊，特别个管理家庭的代志。你要讲个东西，有诶吼，迄个财务拢脏掉咧，啊来买物件都爱顺序去买。啊，囡仔着去记家己讲告，无别人告你，着袂安心，这样是不对的。好，休息十分钟，明天准好哈。好。